大家好，我是采耳哥。346期啊，这个乍一看啊，这个长相就是他自己用一些工具啊，然后去戳这个耳朵，然后把这个钉子卷起来了，然后封住这个外耳道口。就是觉得耳朵堵住了的感觉吧，非常的不舒服。这个耳朵里面有一些白色的像泡一状的一样的东西在里面，这个提示他这个耳壁啊有炎症，有感染。哎呀，现在这个天气啊真的是很热，耳朵里面出问题的这个人呢也是比较的多。天气热嘛，然后身体啊容易出汗，然后这个外耳道啊就是容易潮湿，还有夏天比较热嘛，然后游泳的人也比较的多啊。今天的视频比较的短啊，比较的短，不怎么长，精彩一下就好了啊。哎，今天的视频解说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大家自行的观看视频啊。可以的，嗯，你要不要用红色机先帮我弄？没有。你这个棉签，还有这个毛毛，都搅在这里。所以平时也不能用棉签掏是吧？你不舒服，舒服你就要解决一下。那些鼓膜上面都被套伤了。再捅吧。可以。